大家好，我是 Amy 宋。澳洲现在是春天了，春暖花开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白斩鸡。澳洲买不到三黄鸡，只有 free range chicken， 也就是放养的鸡，在这里叫 happy chicken。这些鸡肉质细腻，味道鲜美，也可以做出来一道黄灿灿、鲜嫩多汁的白切鸡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澳洲版的白切鸡。来了，加入葱段、生姜、好香啊。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有更多的美食分享给大家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